台语讲来听，紧起床，一头照脚酸啊！我感觉头壳晕晕，人真闲。哇，你可能中奖啊！较紧哦，卖乌白讲。我也无去爬爬走，摕筷台仔来睇一下就知影，无遐尼细啦。好佳哉，一条尔尔，应该是昨昏做了伤忝头，趁钱有数。性命爱顾，三顿无正常，体力志在袂调一款，也是去予医生看觅咧，较放心。大惊小怪，休困一下就好。细空毋补，大空。叫苦，知啦，卖阁细细念啦。这感冒药啊，你先吃一粒，毋过也无发烧、流鼻水，先控制一下，可能有效果。麻烦予我一杯。半烧冷的水，我先上网替你病院挂内科，免啦，伫附近的诊所看就会使啊。